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我头先咧好安静咁坐喺台下嘅时候咧，不如我哋一齐读我哋今个月嘅金句好嘛？因为咧，原来我哋好少，我哋后边个 slide 可唔可以回翻去第一页啊？系啦，红色嗰啲字，原来我哋喺教会里边，我哋好少去 remind 自己，究竟每个月我哋教会原来系有主题有金句。多謝 Diana， 今朝早佢話俾我聽，原來國語堂咧嘅弟兄姊妹係有一個讀經 challenge 兼背經背金句 challenge 嘅，所以我相信我哋粵語堂都應該唔會渣得過佢哋嘅，起碼我哋都應該知道一下我哋嘅牧師、我哋嘅執委，我哋每個月其實有為我哋會眾有一個主題，我哋一齊讀我哋今個月嘅金句啊，唔好讀上邊啦。读下边简单啲 ，OK？ 本月金句我哋一齐读好嘛？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8。咁我希望呢一句都去鼓励我哋，无论得时不得时，我哋天晴定系天阴，定系落雨，定系落薄嘅时候，我哋都记得。神的话永远立定，我们靠着神的话必然可以得胜。我们一起起立好吗？一起唱诗歌预备我们的心听神的话语。这首一首赞美神的诗歌，愿意用大声的喜悦的声音一起去赞美我们的神。 Holy Holy Holy复活节咧，即系得翻两个礼拜。今年复活节系3月31日，好快。原来我哋又要去翻神嘅一个好大嘅节期入边去纪念佢呢一份嘅大爱，愿意将佢自己嘅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去俾过我哋，死喺十字架上为我哋嘅罪流血受死、埋葬、复活。原来我哋咧好多时
在我们生活里面不记得了，我们很忙很多疲累，但原来神的爱一路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祂的说话、祂的恩典、祂的祝福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愿意我们用这一首的诗歌作为一个简单的祭献给我们的神，去感谢神给到我们这一切。这首歌的诗歌叫做《以感恩为祭》。主为你的恩典，我要满心感谢，由泥内生机到变幻天气，让这世界各样完备。主为你的恩手，我要满心感谢，由辅助拯救到试炼。我们多谢你，多谢你赐过你自己宝贵的语言给我们，你赐予我们圣经，将你所有的说话都摆在里面。当我们愿意打开圣经，打开我们的心去听你的说话，读你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亮光。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临近你这个复活的日期的节期里面，我们记得你这个爱是几咁大、几咁深、几咁广。愿意我们将今日所有人再一次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愿意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所有的敬拜、祈祷、读经、讲道，我们将它一一交给你，让我们做的每一样东西、讲的每一个说话都是蒙你的悦纳。求你帮助我们去赦免我们有意无意犯到你的罪，让我们的真是污迹去洗清，以致我们能够守洁心清的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是你圣餐的日子，求你教导我们怎样分别为圣，怎样去成为一个你眼中真合你心意的人。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灵而求， Amen。 我们用这首歌帮助我们去洁净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生命全属你。愿敞开心中深处，信你会宽恕，承认心中积污，恳请主抹净。愿扫走困恼思绪，信靠你应许，唱出心中的新歌，再得歌。
深处，信你会宽恕，承认心中积污，恳请主抹清，愿扫走困恼思绪，信靠你应许，唱出心中的新歌，再突破。大家低头，我哋一齐祈祷。亲爱的恩主，我哋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哋嚟到你嘅殿中，用我哋嘅诗歌，用我哋嘅思想、意念、悟性嚟敬拜你，嚟赞美你，让你嘅名被高举，让天下凡有生命气息嘅都嚟称颂你、赞美你。因为今日系圣日，你所定嘅圣日，我哋要喺呢个当中欢喜快乐。因为你是喜欢我们快乐的主，你是创造天地万有，又赋予生命，赋予意义，是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感恩。真是多谢你的恩典丰丰富富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将各位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施恩怜悯保守，又将一些在网上的，有些不是我们当中聚会的弟兄姊妹朋友，都愿主祝福保守，无论在边说都有主的同在，有主的看顾。多谢主保守我们，我们将今天的崇拜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啦。咁咧，琴日咧就我系去咗一间教会间台福教会邀请我吓，咁都几有意思啊，就。台福咧再轉最早就係一班台灣嘅弟兄姊妹咧喺呢處咧係發展福音嘅工作嚇。最早咧我記得咧仲係有啲講台語嘅嚇，但係依家咧就佢哋嘅神學院都改咗名啊，叫正道啊。我去到佢哋教會咧就係咧，我諗八成咧都係中國嚟嘅啦嚇，都係咁我覺得係啊。在主里面呢就是大家都合一的了咁好难得有一班台湾的弟兄姊妹好热心服侍由中国来的朋友都有啲走线的吓走线，咁就都好开心啦，我将我报道的经历传福音的一啲嘅方法就都表演一下我啲長征仗啊嚇，咁佢哋都係好覺得好新奇嘅嚇，我又將我啲吹水啲嘢啦嚇，吹好幾次啊，佢哋都係好有興趣噶嚇，咁感恩都嚟咗六十幾人噶嚇，都幾好嘅。咁佢哋都好有心啊，願意啦喺嗰個區啦就。繼續去傳福音，所以先至希望有一啲嘅報道嘅方法、報道嘅訓練咁都係一間開放嘅教會我睇佢哋前面門口就係一個公園嚟嘅如果佢哋可以走出去公園就係練下功咁開下啲養生班咁應該都會有人嚟㗎咁所以咧，即係教會一定係走出呢個門如果你在門入邊咧，閂埋門啦，你要人上門咧係辛苦嘅、難嘅，唔係話唔得所以需要咧要做好多好多個努力嘅工作。所以咧就係教會嘅門户要開放，然後弟兄姊妹咧要走出去咁我哋感恩咧就係疫情嘅緣故咧，我哋上咗網，上咗網之後咧
到依家咧，其實網上都好多人睇我哋嘅直播噶。咁啊，好簡單咧，我上一次咧就報告就話我哋嗰啲嘅咩 Yelp 啊，或者係Google Map 啊嗰啲嘅評論唔係幾好嘛。我宣布一下咧，感恩咧就係喺外州我真係要多謝呢個家庭啦，即刻就寫一篇嘢。啊！佢話我哋唔喺呢度聚會，都冇嚟過呢個地方，但係每個禮拜咧都喺網上聽我哋嘅崇拜嘅。啊！咁佢寫得非常之好嘅。啊！就係佢話佢聽到得到，佢哋嘅太太都微信主都一齊都要聽，都就嚟咧親近主噶啦。即係如果大家你去到 Google Map 揾 CABC， 然後你睇下下邊嘅評論啦。以前嗰啲不過幾年前啦，嗰啲嘢仲喺度但如果我哋多啲係寫正面嘅去評論啦，好快嗰啲負面嘅就會走下就唔見咗噶啦嚇啊！咁所以咧就咁樣表示就話好短嘅，上禮拜嘅宣布咁咧嗰個禮拜已經有好嘅表現，即係結果啦嚇，即係表示咧呢一種嘅制度啦係進行緊嘅。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咧，你又得閒咧，加多幾句啊，美言美語啊，係咪就好過嗰啲即係比較負面嘅，仲係幾年前嘅，同埋有好多嘢咧，佢唔係好公平嘅對我哋嘅評論嘅有啲嚇。所以咧，我覺得我哋教會做好多好嘅嘢咧，係要公諸於世，好嘅嘢要宣揚，要不斷嘅宣揚，不斷嘅講，呢個叫做福音。就不要让那些异端啊、邪教啊、或者坏蛋啊、同埋诈骗啊，就不断嘅系用嗰啲嘅高科技嘅嗰啲工具咧，不断嘅系咧掳掠人，好似咆哮嘅狮子咧来往寻找咧好吞吃嘅人，咁啊几多人咧受害受损，以至于咧对于教会啊，对于有爱心咧，佢哋都怀疑啦，都已经唔信啦，即系就叫咩咧？就系咧嗰啲口水讲得多咧，即系大话都变真理啊嘛！是不是我们这些活水在哪里啊？收收埋埋，收收埋埋，没倒得出来，没人知道的。所以呢，我已经明白了，今天这个高科技的时代，加上这个 AI 要走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呢？是要大量的将好的东西，是要不断的在那里是宣扬的。所以他们昨天说，我们帮你拍 video 行不行？我说行。哇，他们说很开心啊。拍完之後，最後田牧師，我哋會擺喺網上咁樣，得唔得？我得，只要我冇講咩嘢係得罪人得啦，冇得罪你就得啦嚇，你哋自己決定啦。我自己都拍，係咪？我自己都會就係輯一啲，我都擺，即係嗰啲管道好嘅嘢，鼓勵你哋咧都可以拍啲短片啦。依家個個人都係導演啦，個個嘅手機都係你嘅電台啦。个个人都可以发布消息出去啦，咁我哋要发多啲好消息啊嘛，我哋发多啲好嘅见证啊嘛，系咪要制造好嘅嘢出去啊？系咪？所以我哋会开手机班，将来会开 AI 班，将来开电脑班，系啦，我要教识你哋咧，用高科技嘅呢啲工具咧嚟做福音嘅工作，做神嘅工作。啊，当然等到。到嚟去世嘅末日啦，仲有一段时间噶嘛，唔好惊到死，乜都唔喐啦，连车都唔好揸，唔系噶嘛，系咪？依家人手有机，一机有边个唔揸手机嘅？仲要吓崇拜嘅时候，所有手机攞个兜收埋，然后咧每人派一本圣经，咁样我话俾你听啦，啲人即刻掉头走啦，后生仔一定唔会嚟，系咪？所以我哋咧系要咧走向呢个嘅时代，心意更新而变化。即是我们的福音是不变的，神的道、神的爱不变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那个、关系不变的，但是我们的工具是不断要变的，因为时代变紧的嘛，是吗？我们的时装都要变的，不过那些胎都是旧胎的，因为旧都有感情，是吗？但是呢就是所有外面的东西 凡是好用的、有帮助的、有益处的，我点解唔用呢？系咪？唔好俾一啲嘅即系好死板嘅观念咧，就限制咗神嘅工作多元化，
啊，即係好有創意嘅去發展噶嘛。所以咧，好緊要噶嚇，我哋要不斷嘅更新，不斷嘅學嘢嚇。我日日都學新嘢噶，我日日都係揾緊一啲嘅啊新嘅新事新嘢咧，係要追求要學習嘅啊。咁啊，人先至會咧係不斷嘅係成長啊。咁啊，一定唔會老人痴呆噶嚇。痴呆都有痴呆的方法喎嚇，痴呆得嚟都比其他人痴呆都冇咁痴呆噶嘛，係咪啊？好啦，咁咧就今日咧，我哋要講嘅題目咧，就第八講啊啊，我哋繼續睇啦，係啊，下一站咧就菲拉鐵輝嘅教會啊，哎呀，呢、這個教會真係太好啦嚇、啊！先讀下經文啦，大家知道啦嚇，即、啊、係、就是、七間教會裏邊咧，即、就、係、是、我哋啊要追求嘅，要向往嘅。就是菲拉鐵輝，你要寫信給菲拉鐵輝的、啊、教會的使者，說那聖潔真實拿著大衛的鎖約匙，開了就沒有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我成日都、去到一些聚會呢就被人講笑啊，現在我已經 改盡了，就是因為我遲到啊，就最後一個嚟咧就話你就係嗰個閂門嗰、那個，閂咗就冇人開嘅，真係講笑啊！咁咧，但係依家已經有啲進步啦，所以咧就我早到咧就變成咧啊，啲人就話田牧師你依家有徒弟啦，話嚇都有人比你仲遲啊，先嚟閂門啦嚇啊！呢個講笑，但係耶穌呢度係講咧，佢係揸緊呢個鎖匙，開咗門冇人能夠閂。但如果有三門的話，人怎麼開都開不到的，很重要的。他說我知道你的行為，你略有一點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沒有棄絕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沒有人能關的。那撒旦一會的自稱是猶太人，其實不是猶太人，乃是說謊話的。我要使他們來在你腳前下拜，也使他們知道我是已經愛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裡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与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啦，咁我哋咧嚟到咧呢一个图嘅啊，就嚟讲完啦嘛。我哋七间教会啊，菲拉铁菲嘅教会系一个好教会，对。士妹拿好教会对好教会，士妹拿是讲生命的观念，这里呢有会给你有个特别的观念、啊、你都会有观念。士妹拿生命的观念，因为他们面对逼迫死亡，所以生命的观念，但这个呢是一个赏赐，是一个美好的观念。那么就下面呢就是、啊、主耶稣对士妹拿的教会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就是 Alpha Omega， 就是这个希列文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就是叫做承先启后，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主宰，时间的主宰、啊、时间的主宰 Alpha Omega 的次序，这个是空间的主宰，开个门，个门打开、啊、每一个空间都是有门的，有门入有门出的，我们的细胞都有门的，有门入有门出的、啊、我们的身体全部都是起他们的 机关，很多机关的，那些机关呢就負責開關開關開關，好多多到冇辦法去數噶啦。只要一啲嘅開關出問題咧，會有出問題噶。呢啲汽車啊、啲機件啊、啲電子嘢都係開關開關。嗰啲嘅電子嘅嚇，依家晶片啦、啊、嚇、啊，高科技啲嘢啦，我哋手機啊，入邊好多開關噶，知唔知啊？入邊好多好密密麻嗰啲零件，只要一個地方。應該開的不開，應該不應該開的開了，即是那些開間出問題，通道出問題，你的機件就會出問題的、啊、就會出問題。所以有些東西都是一個門的問題，開關門，那這個是那個空間，所以時間空間都是主宰，所以一個首先末後，但是呢空間呢是要鎖匙、啊、
你依家開咩嘢户口都要密碼，密碼就係你嘅鎖匙。啊 ，key 咩 key 咩 key 係咪？你裝一個軟件，咁就問你 key 係乜嘢嚇？你冇呢個 key， 有啲密碼好長嘅嚇，好長好長。你冇個 key 咧，你做唔到呢樣嘢噶啦，做唔到。所以呢度咧，耶穌講我就係嗰個鎖匙啊，啊個門户開關。所以你睇下呢個表就好清楚啦嚇，即係啊開關對首先門後一個時間一個空間。咁我哋咧就概念就清清楚楚。咁下邊咧就都要分享一下我哋去到土耳其去到菲拉鐵菲嘅地方。咁我哋咧由薩迪去嗰度咧，咁啊喺一個公路嘅行啊，因為嗰條公路好重要嘅，橫啊東西嘅，啊由西由海港海邊一路向利陸走噶啦，經沿住個山脈行嘅，喺個山脈嗰度行嘅。咁咧喺土耳其咧，我上一次咧就漏咗俾大家睇一個圖咧，就係喺我哋喺士妹拿嘅時候咧，我唔係講過嗰度有一個軍艦啊嚇，然後咧嗰啲嘅公路啊，嗰啲嘅廣場啊，因為嗰個係革命中心啊嘛，啊咁咧就你哋可以抄翻我上一次講到嘅嗰個 PPT 啊 PowerPoint 啦，嗰度有個相啊，佢哋嗰個交通燈啊，即係有個柱，然後走出嚟打橫，然後個燈啊嘛，係咪啊？佢紅燈嘅時候，成個柱會變紅色；綠燈嘅時候，成個柱變綠色。我未喺地度冇見過咁樣嘅，好犀利嘅嚇！佢成條街咧都係嗰啲嘅交通燈都會著燈嘅，唔係淨係嗰個燈著啊，成條柱著啦，咁一定唔會啊撞車嘅，唔會搞錯係嘛嚇？哇！你成個柱都紅燈，你闖紅燈啊？這個好特別嘅，所以你行緊嗰條公路，一行緊嘅時候，哇！嗰啲柱成日變燈啊，好好靚噶，好得意嘅喎嚇，真係幾有創意啊嚇，好唔錯嘅嚇。咁然後咧，我哋咧去到呢個菲拉鐵菲嘅時候咧，我遠遠見到呢、這個啊圓環啊嚇，圓環啊，見到啦，哇咩嚟嘅咧嚇？呢、這個中間嚇呢、這個氹氹轉嘅嘛嚇，見到啊？原來咧係咩啊？紙皮車啊，當然而家唔係紙嘅啦嚇嚇，警車佢有燈閃下嘅喎，好嘢喎，所以你遠啲以為真係警車啊，見到係嘛？咁再近啲嘅時候咧，原來咧係一塊板啫，啊！即係叫你唔好超速啊！啊呢個都幾好啊！哇，都唔知係咪啊？去到香港學咗香港警察啊！香港警察成日都紙板噶嘛，香港警察，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啊？如果香港嚟噶嚇，香港警察紙板啊，或者係兵馬俑嚇、啊，兵馬俑企喺度，你以為真係有兵喺度啦嚇？啊，呢、這個咧，我覺得幾有趣味啊！喺我哋喺去由薩迪去到菲拉鐵菲啊，我哋去到嗰度咧，係又係俾人拉下啦，拉咗路邊啦，哇！每個人都有份食嗰個蜜瓜啊，係咪蜜瓜？香瓜、西瓜，好似蜜瓜啊！我覺得係一蜜瓜嚟嘅，就係、是、呢個啦。啊，蜜瓜好甜啊，真係好甜啊！嚇、啊，咁我哋呢班華人咧就成扎就企喺個路邊咧，就係、是、個每個都係個點頭啊！啊，好勤力啊，喺個食嗰、那個啊食嗰蜜瓜啊，真係好好食啊！咁呢個就係、是。菲拉鐵菲啊，菲拉鐵菲，所以印象好深刻。咁啊，因為我著住個功夫衫，佢哋以為我係 Jackie Chan 啊，有啊 Jet Li 啊，所以咧佢哋都要同我影張相啊。咁啊，嚟到呢個菲拉鐵菲最重要咧，就要去呢間啊聖約翰教堂啊。啊，聖約翰咧，因為呢個地方唔好大就好細，但入邊有好多古蹟啊。因為咧。在入邊咧就揾到有十字架嘅啲牌啊，證明咧以前咧有基督徒喺度聚會嘅啊。咁所以咧，我哋睇菲拉鐵菲嘅教會喺啟示裏邊有寫低嘅時候，我哋去到菲拉鐵菲嘅呢個考古嘅嗰個古蹟嘅地方咧，都揾到一啲嘅啊石碑上面有基督徒嘅。一啲嘅啊見證咧，咁呢個我相信咧，菲拉鐵菲教會係存在過嘅啊，所以我哋咧啊一班人就喺嗰度影相啦啊，
影響紀念啦。咁呢度咧，好仲係刮緊嘅，仲係做，因為需要好多經費啊嚇，所以做呢啲唔容易。所以我睇下咧，呢、這個菲拉鐵菲嘅地理位置啊，就喺沙的啊。嗱，我哋睇下呢片咧，好清楚。士妹拿啦，我哋知道咧係海港啊 ，Izmir。跟住你見到山脈啊，這個山脈啊，這個咧係Mount Tumulus 啊。Mount Tumulus 咧就會經過撒迪，上個禮拜我哋講過撒迪，所以今日我哋講菲拉鐵菲。咁咧再落去咧，經過呢個山脈咧向內陸去噶啦。咁去內陸去邊度咧？如果我哋睇呢個希列啦，呢個希列，我哋咧經過希列咧就去到呢個伊斯坦堡，係咪？咁我哋咧係呢度咧，我哋咧係經過呢個達達尼海峽咧，由呢度過嚟咧小亞細亞。所以咧，七間教會咧就係小埃塞喺呢度嘅。咁呢一邊咧就係有一個嘅王國咧，叫做咧係弗里加啊，弗里加。咁咧呢個弗里加咧以前咧係一個帝國嚟噶嚇，一個大王國。咁啊，佢古王國一部分喺樹啊，公元前嘅5000年到500年啊，公元前3000年到500年啊，到900年啊。咁然後咧，佢新嘅王國咧就係、是、咧公元前咧900年咧到675年啊，就到去到尼波加尼撒，即係去到呢、這個巴比倫嘅時代噶啦嚇，巴比倫時代。所以咧呢、這個嘅弗里加咧係內陸國啊，當時嘅內陸國嘅帝國。因此咧凡係海港啊，即係由羅馬經過希臘。經過呢個地中呢個地中海愛琴海，然後咧佢哋咧要上到嚟呢個嘅小亞細亞咧，由士妹拿上岸之後咧，就要行呢條路，呢條陸路經過撒迪，所以唔怪得撒迪係會出銀幣啊嘛，因為金融中心啦，猶太人嗰度做生意啦，然後咧將啲貨物咧就向內陸再咗去咧去呢個弗里加帝國噶啦啊，去到菲拉鐵菲，所以經過菲，所以菲拉鐵菲係咩咧？就係咧呢一個貿易貨物由海港去到內陸咧，中間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關口嚟嘅，係一個門户嚟嘅，嚇，即係由外邊入去，去到弗里加帝國嘅一個門嚟噶啦，就係好重要嘅門户。但係咧，菲拉鐵菲嘅地方咧就唔好彩咧就有火山，因此就經常發生地震。一地震啦，哇！啲人就要逃啊走啊，好驚啊！成日都由城嗰度咧走出去嘅。不過咧，火山又帶嚟咩咧？火山灰一爆咗之後，火山灰咧落咗地啦，嗰土地咧就好肥沃啦，好肥沃咧就會出產咩咧？提子、葡萄，所以咧就提子酒啊，即係酒咧啊，葡萄酒咧就好出名噶啦，所以嗰度咧。古代咧就係釀酒嘅一個工業，咁當然咧佢哋咧嘅神咧就係咧釀酒之神啊 Dionysus 啊，咁呢個咧就係菲拉鐵菲嘅呢個商業貿易出產，佢哋嘅宗教，咁除咗酒以外咧，佢哋嘅羊毛啊、皮革啦、紡織品咧都係非常之。出名的，咁样就菲拉鐵菲嘅名嘅意思咧，好特別啦。公元前咧140年咧，別加摩啊，我有一次我哋講過別加摩啊，教會喺北邊嘅嚇，喺北邊嘅。咁別加摩咧係個山上啦嚇，即係嗰度咧有一個王國嘅別加摩王國嘅。當時嘅國王咧，阿他魯斯二世。就咧用呢個嘅佢嘅兄弟紀念佢嘅兄弟咧，就將呢一個地方菲拉鐵菲咧就叫 Philadelphia。嗱 ，Philadelphia 意思咧就係兄弟之愛啊 ，the love of his brother 啊，即係佢愛佢嘅兄弟，佢愛佢嘅即係家人啊，自己嘅兄弟就是、兄弟之愛啊，就叫做 Philad。Delphia 啊 ，Adelphos 啊 ，Phileo 就係愛啊嘛 ，Adelphos 就係兄弟啊嘛，所以咧就係、是、個名字就紀念佢嘅
兄弟叫做 Emanus， 这个名字就一直建立成为了当时很出名的一个城市。如果去到那个城市会见到一些古迹，都有一些这样的纪念碑，那些街道我们没有时间在那个地方走，我只是那个考古的那个地方拍个照，我们就走了。其实当时都是一个以希腊文化为中心的，就是在那里虽然是土耳其，就以前都是希腊文化的。好了，我们看看耶稣对于菲拉铁菲他怎样自称呢？他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第一点呢，耶稣介绍他自己是圣洁的，这个地方贸易发达，自不然就道德就堕落的。所以耶稣对于菲拉铁菲的教会以他自己的圣洁作为自称，圣洁，因为 上帝是神圣的，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是先说圣父圣子圣灵，是吧？圣经圣徒，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提醒我们神是圣洁的。第二点呢，真实的，就是主是真真实实的。那我们呢就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很爱主，很有见证，很有信心，我们听他们的见证就知道神是什么？真实的，是吧？因为他不会说大话，你认识他，你知道他说的东西不是作出来的，真真实实的，他的经历是真真实实，所以他见证说出来，他经历出来，那个真实的背后代表着什么呢？一位真实的主与他同行，与他同在。你听了他的见证之后，你又有信心了，你又去经历了，你又经历到神的保守，神的同在，神的恩典，那你就知道了，我所信的主呢是真真实实的。所以大家都带着一个真实的经历，真实的见证，我们走来教会呢，我们教会呢所敬拜的主呢就是真真实实的了，是吧？那这个教会就是什么呢？真教会嘛。我觉得很有趣味，就是我们最近已经去了附近的一间老人中心，每个礼拜我进去帮我们查经，第一次查回来他们讲出来就说，我们遇到个真牧师啊，这样真牧师 他真是牧师啊，这样我真是牧师嘛，我不是假的，真是牧师啊。咁啲人啊，真誠係咁樣講啦，咁樣表達出嚟啊，即係或者佢以前遇到嗰啲唔係真牧師都唔定啊，唔知啦嚇。其實都唔一定係假嘅，只不過佢可能每個人佢感覺到一個真嘅牧師係點樣嘅咧咁樣。咁我哋睇耶穌話：我係真嘅主，真真正正嘅真實嘅啊。而呢個世界好多人都叫耶穌㗎，尤其是西班牙。这些话Jesus，很多都叫耶稣耶稣，那不是真耶稣哦，有些帮你非法的，有些是即是有些侍应，有些帮你剪草的，他都叫耶稣哦。是啊，我们尤其是我们 LA 呢，哇，周围都是耶稣的，帮你倒垃圾的也是耶稣，是吧？他的超级市场在门口帮你跟你黑食的也叫耶稣。哇耶稣名到处都是，哇周街都是耶稣，那些不是真耶稣，那些不是真耶稣的。这里耶稣说我是真的了，真真正正的，是真实的。其他人无名的大把，无名很多。第三呢，就是拿着大卫的钥匙，是掌王权的，大卫是王的嘛，是不是？咁啊，大卫王啊，佢做王嘅时候咧，天下啲宝藏啊，佢系东征西讨，好多宝贝，同埋佢要为神嘅圣殿咧要储钱嘅，系咪？佢要买材料嘅，预备材料买材料，佢需要咧搜集咧天下嗰啲好重要嘅啊嗰啲宝库啦，咁嗰啲宝藏咧。
要唔要锁噶？你冇锁，系人都攞噶啦，唔得噶，一定要有锁。咁嗰个锁都紧要啦，只有大卫先至可以开噶嘛，系咪？你其他人开就将啲嘢拎走咗啦。只有大卫先可以叫大卫锁匙，大卫钥匙呢啲重要宝库一个锁匙，所以古代啲锁匙都系咧锁住啲重要嘅宝库啊嘛，要锁埋，唔好俾人知道吓。咁啊，当然仲有锁匙用喺边度啊？啊？开门啊？可能以前咧一般啲百姓咧都未需要锁啦吓，可能好穷啊，冇咩俾你攞啊。啊，當然啦，開門就係、是、即係你啊豪宅係咪？你豪宅咁咧，哇！你入邊好多值錢嘅嘢，咁我要保護，咁我有一個門要鎖啦，係咪？你個寶庫要鎖，門要鎖啦，咁啊係啦。你嗰個普通嘅百姓，如果你當時時代經濟普通嘅，我冇嘢俾你攞啊，我又唔使點鎖啦嚇。咁但係咧。皇宫的话要锁了，皇宫不锁客人都冲入来了，皇宫不行要锁，还有什么？还有侍卫在那把守的嘛，是不是、啊、那些重要的房，重要的哇大卫王住的地方要锁了，是不是、啊、还有一个地方大家没有想到的，监狱锁住个坏蛋，是不是锁住个坏蛋，坏蛋不可以开锁的。是啊、我真的我后生的时候太好奇了，什么都需要研究了，有一段时间研究锁的、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呢，我小个的时候跟几个朋友呢，我们呢是去偷锁，不是偷车，我们去到呢就研究开了个锁之后呢，我们去的地方呢就将那些、啊、电单车啊单车啊什么什么人家的锁我就开了拎走的手走，然后我们躲起来就看个主人来的时候呢，他什么表情啊，什么按那些表情回来拿锁匙，诶锁不见了，但车在这里、啊、哇那些人勾晒头，哇又好紧张，但是都不知道开心还是紧张 我们就笑啊，笑得很开心啊，我不要你的东西，但我只要手偷你的锁啊，搜集你的锁、啊，所以是不是很白眼啊？就是估不到上帝真的拣选我这个很白眼的人来做牧师、啊、真的、啊、所以他锁是很重要，要锁住监狱，锁了那些坏蛋就出不到来，但是那些被冤枉的被掳的锁了在里面，这个锁很重要了，你打开了怎么样就得释放了，得自由了，是吧？被掳的得释放，被魔鬼撒旦锁住的，被那些坏蛋锁住的，你的锁打开了、哎、他就得释放了嘛。所以这个锁匙意义很大的，代表王权，代表呢上帝的大能，可以呢使人得释放得自由，是吧？然后呢是这个权柄，是删了就没人开，开了就没人删了。不过呢这里呢我们如果看启示录第一章的话就更加重要了、啊、这个大卫锁匙呢是在耶稣的手上的时候呢，耶稣就不是单单大卫王那么简单了，有王权那么简单了。一章十八节说，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什么呢？死亡同埋阴间嘅锁匙，哎呀，弊家伙啦，只有一把啫，冇人可以攞到嘅，只有神子可以攞到。因为人类历史到今日，冇人有能力可以叫死人翻生嘅，冇。你就算啦，好彩啦，你有啲人咧死过咧，被救翻生啦，都会再死。有冇人死过翻生或者救翻嚟啦？啊，冇死到，继续活嘅，活到今日嘅，冇一个都冇，绝对系冇，系咪？你唔好讲人啦、啊，矮，吓、啊，矮，你话我好巴闭啦，你矮啊，你有乜了不起啦、啊？一下，打死啦！你系好容易可以将矮打死，
但我下面呢就问你，你可唔可以叫佢再翻生？你又唔得啦，你有毁灭嘅能力，但你冇再生嘅能力，系咪？人觉得好巴闭，我可以将所有毁灭，你有咩巴闭啊？你有毁灭嘅力量，但你唔能够将佢重生啊，你唔可以将佢恢复啊，系咪？当你的电脑一不小心按个掣，全部没了的时候，哇，你真的很伤心了，哇，你都不知道怎样了，你按个掣好像很巴闭，什么都按个掣搞定了，但你一按错个掣，全部没了，没了呢，你能够有办法将它恢复呢，你真的好厉害了。我的仔曾经去到参加一个 NASA 的太空总署的一个的少年的训练营，咁啊，佢哋完咗之後咧，要頒獎嘅，啊，一年即係頒一個獎，嗱，代表嗰一年嘅代表，啊，全美國揀呢啲代表去，啊，我仔去到咧，竟頒獎俾佢啊？點解啊？因為佢哋喺嗰個嘅訓練啊、活動啦，嗰啲青少年走埋一齊學嘢、學科學都，咁佢哋會影好多相啊，大家都會影曬相之後咧，俾嗰個領導啊，即係帶領嗰個帶團嘅嚇。負責的，他就將那些照片整理出來，然後呢派給大家，大家都很希望我的拍的照片，到時大家可以分，誰知道呢電腦在太空總署的這樣的電腦不知道為什麼又是沒有做的，全部沒了，哇，那些年輕子女哭到什麼，他說感謝神，我很小就教我的兒子修理電腦，他就學會他在那裡就將那些幾千幅相咧嚇，即係哇可以恢復翻出嚟啊！所以大家都好感動，好開心啊！頒個獎俾佢嚇。你失去嘅好容易失去，死咗嘅好容易整死，整壞好容易整壞。啲細路仔哇，如果整壞嘢幾快啊？好快就幫你整壞咗。你話俾你哋玩一樣嘢，將所有啲電視機啊、屋企啲全部打爛，我話俾你聽啦，好快就幫你全部破壞曬噶啦。個個細路都變成小魔鬼嘅，你叫佢破壞幾容易啊？你叫做一樣嘢幾難啊？所以我哋要開手工班，要開呢個畫畫班，你要佢培養佢嗰種嘅性情同埋嗰個智慧，點樣去解決問題？點樣去修理？點樣去修補？點樣去恢復？點樣去重建？你一做個醫生啊，十幾年嘅時間嚟訓練啊，因為佢要修理你嘅身體啊，讓你壞咗能夠整翻好啊。但到咗你病到咧，系真病就冇药医噶，系啊，真病冇药医噶啦。你冇药医嘅，你真系病啊，真系冇药可救噶嘛，真系你系真病啦，真个病就要等死噶啦，真系啦，系咪？所以能够掌握生死嘅呢位主宰，只有耶稣噶咋。因为他是揸紧呢个死亡同埋阴间嘅锁匙，喺以赛亚书咧就有一句话：以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呢幅图我都系用咗好多功夫先至做到咁样啦。因为啱啱好嗰个锁匙喺个膊头，咁咧就同呢个以赛亚书，喺个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所以耶稣是引用以赛亚书，很易记的啫，二，全部都是二嚟的，22:22。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容易记了啩？二，呢个就密码，呢就密码，圣经有很多密码的，你哋好容易记的，就是大卫的锁匙。开咗就冇人闩，闩咗就冇人开。咁啊，耶稣咧对腓立比嘅称赞，你略有一点力量啊，所以咧就系代表第一点，有属灵嘅能力，有能力嘅。所以我哋咧系要学习咩咧？学习建立属灵嘅力量啊！属灵的一个的恩赐，
能够办事，能够处人啊，所以咧系你能够同人相处，人处得好，事就做得好，所以叫人事人事，唔系事人事人嘅啊，唔系先将办事办好，然后先系再做人嘅，错，先学习做人，先学习处人，先学习咧同人建立好嘅关系，系咪？先学习点样解决人嘅冲突、人嘅问题。人系最难搞嘅，最难搞嘅。人系变化，人系谂唔通嘅，系咪？你自己都系人啦，有时你自己都唔知道你自己要乜嘢，系咪？你自己以为你自己嘅啊系啱嘅啫，其实都好难唔啱嘅吓，盲点。所以我哋要学习啊，点样能够咧建立属灵嘅力量、属灵嘅能力，无论咧做人处事。看东西都有这个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能力，这个第一。所以你若有一点力量，没有力量什么都做不成的。第二，遵守主忍耐的道，即是神的道，这个加句就是忍耐的道，忍耐之道。施洗约翰传的是什么？悔改的洗，他的洗是代表着你愿意悔改，所以来洗了。洗了礼之后呢，你要学习什么呢？忍耐的道。为什么忍耐的这么重要呢？为什么道很多啊，真理啊，智慧啊，是不是？就是有信心啊，有很多我们很多东西可以说的。但忍耐呢就很难忍的。人最难学的就是忍啊。中文字就好嘢啦吓，刀刃吉喺个心上，忍啦、啊，唉，忍、啊，死忍，唔系叫你死忍，咁你忍咧忍谷坏自己啊，系咪谷坏自己啊？你伤身嘅，点样能够学习呢个忍耐之道，而唔会咧伤你自己身体咧？心平气和嘅做人处事。就是一个字，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最大的一个字，什么？爱。为什么？保罗说爱的定义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明白了。所以主的道，忍耐的道是什么？是爱心之道，爱的道。我在香港开封啊，建立教会的时候咧，唉，到处派单张啊，请，诶，嚟咗一个嘅大厨，啊，佢放工，啊，佢话经过你见到你教会啊，一齐坐下啦，咁样同你倾下偈啦，哇，嗰啲师奶见到个大厨嚟，好开心啊，佢都问，喂，点样先煮好一个汤水啊？点样先系煮好翻餸啊？啊，哎呀，仲有炒饭又点样先系炒得好啊？佢讲就，诶，咪住，我要话俾听我咁多年嘅呢个大厨嘅心得。啊、要煮好的饭，煮好的菜，好多人你们都要学啦，这个是最重要的。哇，大家都起耳恭听啊，我心里又是有点担心，不要说一些不合圣经的就败家伙了、啊、他最重要就是有爱心。哇，我吓一跳，一个从外面来教会的人、啊、一个大厨，他说出这样的话，他说你有爱心呢，你煮出来的餸啊，你炒的菜啊，煲个汤啊，全部都有爱喺里边嘅，啊，咁咧你啊食出嚟咧就唔同味道噶咯，哇！我印象好深刻啊，嗰时后生啊，算即系做布道做直堂啦，啊，后屘呢个大厨都信咗耶稣嘅吓，啊，你佢讲个讲真话嚟噶，用爱心嚟做事嚟处事咧，啱噶啦。第三，高举主嘅名啊，即系你哋咧系冇弃住，冇弃住我嘅名，好紧要噶。教会，大家听清楚，任何一个教会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教会没有任何的家族势力的，没有的。你哪里有呢，那个教会就要去分裂，因为你有这个家族就有另外一个家族，大家的家族都在那里争，那怎么办？是不是就分家了？没错了。但如果教会是属基督的，是属主的，
是为了主的名，大家都是为了主的名，不是为了田牧师的名，或者为了哪个执事长老的名，不是为了任何的人。我不是给任何人的面，我不是因为看你的面我就帮衬你，没帮衬的，是吧？大家都为了主，为了基督，啱噶啦！呢个系千古不变嘅真理。所以如果我哋都系为咗上帝、为咗主嘅时候咧，我哋放心好多嘅，系咪？就唔会有呢个嘅即系分党、结党纷争嘅事情发生，唔会嘅。所以高举主嘅名系腓立帖腓教会兴旺嘅其中好重要嘅一个因素嚟嘅。再嚟咧就系敞开个门啦，啊，我。赐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这个门打开了之后没有人能够关。注意耶稣说我拿着锁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关，是吧？所以这个锁匙是去两方面的开和关，就表示耶稣的权柄很大，他可以叫你生，他叫你死，是吧？生死大权，他是生命的锁匙来的，啊。但对于腓立帖的教会，主耶稣对他们的优点和给他们的称赞告诉你们，就是我帮你们开了门之后会不会删，哎，不删了，啊。所以呢，教会直堂开门继续发展，然后再直堂再发展，然后做宣教，感谢神，这个就是开了没人删。但最伤心最心痛的就是疫情之后很多教会一个一个散，是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末世，末世了，因为我们已经去到老底嘉教会，下一次会讲老底嘉教会时代不同了。腓立帖腓教会时代呢，门开了不会散的，不散的，一路开一路开，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对于教会个别的处境呢，我们去 凭信心来向神求，来支取争取，让 CABC 能够成为一间腓拉铁腓的教会，好不好？是啊，那就会，啊，就是，实现了我成日在梦里面见到的教会很多人，是啊。而且我很多时候发梦啊，教会很多人的时候，教会真系每一次嗰次聚会好少人的时候，所以咧就唔成比例吓，啊。实体咧就冇乜人，发梦啦好多人吓，啊。但我觉得，如果我哋有信心，大家一齐努力嘅话咧，让我哋嘅门户咧大大开放。嗱，呢个敞开个门要打开，福音门打开咧，首先咧呢个让耶稣嘅锁匙咧要开边个门啊？冇错啦，你个心门要打开，脑门要打开，思想个门要打开，观念个门要打开啊！当有啲弟兄姊妹讲有咁嘅意见或者咁嘅谂法，你唔好即刻先否定咗佢先，你先。打开一下你的门啊，谂一谂，睇一睇先。大家要学习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脑，打开你的思想，打开你的眼睛，多啲睇，多啲谂，系咪？唔好话连做都未做咧，我哋就先话咧唔得噶，明唔明白？因为讨论冇问题噶嘛，大家可以商讨 ，OK？先打开的眼，打开的耳，打开耳门，耳门要开，眼门要开，思想的门要开，脑门要打开，心的门要打开，是吗？我们整个人的个触觉都要打开，你开了之后你才可以跟人沟通，如果不是说人家说什么你入不到的，明白吗？所以你开了人家就能够跟你沟通了，你就能够接纳人，啊，所以先开了，然后跟着再实行了。你门开了之后，你有人出去的，是吧？ 你要出去的时候呢，要行动，行动呢都很重要的，如果不是就只有讲字了，个个都可以给很多意见的，是吧？意见有什么难的，大家都给意见，但是谁能够将这意见能够整合出来，然后呢
付诸实行的，唉，个个都耍手令啊！啊，到嗰阵时咧就开太极班啦，个个太极高手啦，推嚟推去，推嚟推去。所以我哋咧系要打开晒之后，一个教会系开放啊，打开门嘅话咧，就必须有人去实践，有人去做，有人去做实践咧，就要能够承担责任啊，愿意承担责任啊。但系我哋唔好推，唔好指责人哋嘅责任。因为咧，你将难担嘅担子担喺人嘅身上咧，人哋顶唔顺嘅，咁啲人咧试一次，下次就唔嚟啦，明唔明白？所以咧，如果我哋由自己开始，我有咩嘢可以做，我有咩可以承担呢个责任，我点样我可以做嘅话，每个人咧只系问你自己嘅责任，唔去问责人。OK， 难担嘅担子，你未去俾人哋担之前，你自己担下，你都拎唔起，你叫人嚟拎啊，系咪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开放我们自己的门，然后大家要付诸实行的时候，那这个非拉铁非的这个应许就一定会实现的。这间教会，健康的教会，它的门户是开得很大的，道道都通的。啊，就去到呢，哇，真的很自由的，入了去之后，哇，样样都通，有很多人是会在这里出入。那你门户开得大，都是有危机的，你不知道是什么人来的嘛，是不是？魔鬼撒旦都可能有机会趁机而入来捣乱啦。所以这里都有说的，有撒旦一会，听不听？撒旦一会就来了。所以我们呢，一方面要开会门户，但一方面呢又要学非拉铁非的教会，他们怎样呢能够制服撒旦会的假犹太人。那么我们看呢，就在启示录里面呢，这七间教会里面呢重复的提到撒旦会的，所以要提醒我们呢，撒旦教是存在的，撒旦一会呢几千年不变的。在第二章第九节对士米拿教会的时候呢，就讲到呢，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再重复一样的说话，他们不是真的犹太人，他们冒犹太人的名，扮犹太人好像很厉害很聪明，但是他实际是从撒旦来的，是撒旦一会的人。第二，撒旦的座位在十三节这里是讲到，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你还坚守我的命，没有弃住我的道。所以撒旦一会不单单有会众，有信众，有信徒，有跟随者，很有势力的，因为他们有领袖，那个领袖就是撒旦座位。我告诉你，我们现在讲菲拉铁菲的教会嘛，你知道我们美国都有地方叫菲拉铁菲啊，用同样的名字，那里都有教会，都菲拉铁菲教会嘛。你看看那个这么好的一个名字，这么好的地方，美国又是宗教信仰自由，美国也是最初的那些最初建立来美国的这些新教徒啊，都是很热心爱主啊，建立教会传扬福音做宣教工作但就是现在菲拉铁非的地方旁边附近，撒旦教在细路仔在中学那里成立这个撒旦教儿童团契，这个是宣传的。 Hey kids,Let's have fun after school, Satan Club. 明文张胆，明目张胆。如果你看下面的小字的话，哇，就是说我们撒旦教是非常好的。我们撒旦教呢是一个无神的宗教我们呢不会将我们的宗教信念强加在人的身上的。我们是要训练的小孩子就是追求科学的，追求智慧的，自己做判断的。咁就有啲嘅非牟利嘅团体咧，仲撑佢哋啊，因为佢学区咧就要禁止佢哋喺学校里边咧展开活动但系咧就有啲非牟利嘅，而且有啲就都好多犹太人喺当中投资嘅喎，就话唔得呢个咧违反 First Amendment 言论自由，所以咧应该俾佢哋咧可以喺学校里边咧就
啊，教啲細路仔，所以咧佢哋咧有教科書，有好多課本。啊，個地點就喺度啦嚇，你睇菲拉鐵菲，費城 Philadelphia 就喺呢度啦，呢、這個就係呢、這個啊 Silicon Valley Middle School。後邊有人撐佢哋噶，而且好有勢力噶，有政治背景噶。呢、這個係撒旦嘅座位，大本營喺美國嘅喎嚇，好弊噶。如果你去查嘅話，好多資料可以查。我話俾你聽，我只係求其揾一個資料俾大家做參考，俾你知道啊。呢、這個唔係過去已經嘅，已經係依家發進行緊嘅。佢哋嘅目的係要喺所有嘅小學、所有嘅中學。都要有这个撒旦团契，由小路仔开始就灌输这个撒旦教的思想，这个就是撒旦的座位，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撒旦一会的人，由菲拉铁菲的时代，由启示录的时候的初期教会，就一路到今天，现在是越来越犀利啊。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蒙蔽的，所以呢推下推啦，个教会耶稣都话咧，嗰撒旦教咧，佢哋讲嘅咧系深奥之理，所以撒旦教道理，甚至乎咧喺神学院里边，佢哋有啲神学其实都系撒旦学嚟噶，唔系神学嚟噶，啊，佢都用圣经啊、解经啊。耶稣面对魔鬼嘅试探嘅时候，魔鬼用咩嘢嚟试探耶稣？用圣经嚟试探耶稣噶。如果唔系就唔會有呢啲嘅同性戀教會添，係咪？有好多唔單單同性戀啊，有啲亂嚟嘅教會啊，好大鑊嘅好多，佢都叫教會啊。好，我哋睇啦，第六咧，仇敵知道主對呢個教會愛啊，呢個係菲拉鐵菲好獨特嘅，好獨特，即係魔鬼撒旦啊，知道呢間教會。第一。主耶稣要我们知道他对教会的爱，所以这里用到我知道你的行为，但是我要你们知道什么呢？知道连撒旦都知道我对你们爱，我已经爱了你了，所以这个知道是使我们更加爱主。如果你知道主是爱你的，你知道主是爱我们教会的时候，你是不是更加爱主？是啊，更加爱主啊，是吧？如果你的仔女知道你是非常爱他们的话，我问你，你的仔女会不会很孝顺啊？是啊，所以你想人家爱你呢，你要让他知道你是很爱他的嘛。因为不知道 就麻木的了，明白吗？所以你的爱要表达出来呢，是要人知道你是爱他的嘛。夫妻都是的，你爱他，所以为什么啊，即系西人就好着重咩咧？啊，朱古力同埋面包同埋玫瑰花噶嘛，系咪？啊，点解要送玫瑰花啊？点解买个朱古力买面包？不是，要对方俾你知道我爱你啊！如果唔系咧，就隔篱嗰个就送俾佢仲快过你啦，系咪？如果其他人抢住咧，俾佢知道咧，佢爱你比你爱佢更大咧，就大镬啦！你系咪先啊？咁魔鬼系好坏噶，引诱夏娃，佢就想表达出就我比上帝更加爱你啊，系咪？就攞禁果引诱你去食禁果，都坏蛋嚟噶嘛？佢啲后生仔点样入黑社会？黑社会就系、是、嗱，我比你父母更加爱你哋啦，你想点做都得啦，系咪？我父母唔俾你玩枪咩？我教你点打枪啦，系咪？哇！即系魔鬼就系咁样嚟将人咧欺骗咗、偷走咗。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菲拉铁菲教会，你们要知道我爱你。第二，主耶稣要撒旦知道他对教会的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知道是要使撒旦服在主的权柄之下，就对撒旦说你不要逗他啊，是吧？就是好像黑社会那样，你不要逗他啊，逗我跟你开片啊，好，我不敢逗你，是吧？是吧？就是你不要逗他啊，啊！我爱佢噶，你要知道啊！佢系我嘅人啊！我话俾你听，我都话俾你听，佢系我嘅人，你唔好斗佢，系咪啊？即系咁样嘛。所以耶稣表达出嚟嘅时候咧，就系警告撒旦，你唔好去喐，唔好斗呢个教会，唔好斗佢啊！而且要撒旦嘅诡计全部失效，你谂乜嘢都唔得啊！
第三呢，主耶稣要我们知道，连撒旦都知道他主耶稣对我们的爱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为什么要由我们要知道耶稣让撒旦知道他爱我们呢？为什么啊？为什么要知道这么多啊？我知道耶稣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知道耶稣对撒旦说他是爱我们的呢？让撒旦都知道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知道是让我们更加谨慎防防备撒旦的攻击啊。因为耶稣是看着撒旦做事的，但我们不可以傻傻更更的，因为我们属基督的话，你要同意耶稣基督一起眼目看着撒旦的诡计，明白吗？所以其实我们是要灵性提升哦，提升到怎样啊？同主一起看魔鬼撒旦的计谋啊，你知道魔鬼是用什么计略来搞那阵啊，那你知道的话你就去制服他嘛。非拉铁菲的教会就是知道，所以他们可以制服撒旦会的人，因此连仇敌都不能够胜过他们的时候，这个敞开的门就没人能够关了。所以我们要时时留意撒旦是用什么方法来要关我们的门啊。这个是执事啊、团长各位做领袖的网上的任何教会的，这个道理全部都是一个定律。如果这间教会能够看得到怎样能够对付魔鬼撒旦，他的诡计就是要关教会门的话，你就知道怎样去拆穿他了，是吧？这个就是非拉铁非这一道很重要的这个真理。如果不是我就这样水过鸭背读了过去的话，你拿不到那个智慧，拿不到那个真理，那个讯息很重要的这一点。所以我们要多多祷告，多多警醒，多多防备。第四，非拉铁非的赏赐和主耶稣对他的保守是非常好的。第一，保守他们免去普天下的试炼。成日啲弟兄姊妹，我要再传备题，我要再传备题。哎呀，我唔要病，我唔要辛苦，我唔要开刀，我唔要成日都唔要。你最好舒舒服服嘅，开开乐乐嘅，好似啲人食大麻嗰啲人啦吓，食咗鸦片就死咗算啦咁样，安乐死啦就好，系咪啊？但系调翻转啦，我哋成日睇到咧，基督徒都受苦嘅喎，系咪？咁士妹拿就个例子啦，受逼巴，而且致死中心嘅噃。但如果你想，哇，真系又要命，又唔要，又唔要病，要命唔要病，啊，要靓又要命，啊，我又要靓，我又要命，我唔要病，啊，边有天下咁好嘅嘢噶？有咁多好嘅嘢啊？你要咁多好嘅嘢得？飞拉铁飞。非拉铁非就是你的见证，就是你的榜样，就是你的目标。因为只有神的保守，你才可以免去这些试炼。如果不是神的主权、神的保守、神的赏赐，你不用想了。所以这个试炼指末日的大灾难时期。当然都有解经说，这个试炼可以解成经过试炼，保守你经过试炼，不是你不经过试炼了，你会经过，那就是变成最终被提，甚至最后被提了。所以呢我都是在这里都给你知道有不同的解释。持守已经有个冠冕，就是你们已经有个冠冕，你要好好地守住，如果不然你会夺走了你的冠冕的。如果你不持守，就像以扫那样，长子名分就没有了。即是说呢，一间教会有个优点，有个好处呢，不要忘记好的事要再做，做过好的事就再做。我传福音带了这些人信主，好的事我再传再讲，这些人再信，这些人洗礼了，洗得好再带一个人再来洗，是不是？这间餐厅好吃就再去吃咯，是不是？不要吃到人家汁了，好了、啊、好的就要再开再开再开，才有很多分铺嘛。冠冕、是指运动的时候呢被得胜者的一种花冠、我这里呢就、给大家看看，就是、这两个都是用 AI 做的、就
这个就是我这些 功力就是去到这里，人家高手就去到这里，啊啊就是，我这个都做好久了，就先就我觉得都不错了，不过见到人哇这个还漂亮，啊啊，真的，啊，是啊，就是不断要学习的嘛，啊啊，即系冠冕啊！如果话以前咧，咁啊就系啊白底黑字，你自己想象啦，系咪？嗱，依家可以啊，嗱攞啲嘢俾大家睇，啊，不过有更靓嘅，我觉得哇！如果睇到呢，這个真系都系好靓下吓。但系咧原文咧唔系呢两个嘅，啊，原文咧系呢一种啊，以前奥林匹克攞奖就攞啲树叶啊，攞啲花啊，啊。这个是福建的一次的青年运动比赛，他用茉莉花做花冠戴上去，啊，都挺漂亮，是吧，是吧，啊，这个 是原文的，圣经说的是这个冠冕来的，啊，表示什么呢？都是有生命的，啊，美丽有生命。第三呢，得胜者呢是要做神的柱，啊，在诗篇65篇第四节，你所拣选他，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殿圣殿的美福知足啦，啊。12节呢度四次强调啦，我神啊，我个神，你要做我神嘅柱啊。所罗门咧嗰，那个圣殿咧系有两个柱噶，呢，这个两个柱有名噶，一个叫雅根，一个叫做波阿斯，意思就系咩？建立能力，一个是建立，一个能力，所以上帝所赏赐的给你有能力和给你建立。所以腓立提腓教会的赏赐呢，就是上帝给他们能力，然后给他们永远建立，而且呢永远在神的同在之中。那么提摩太呢就是说，倘我也我单言日久，你也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与根基。所以神的家就是这个柱，就是这个的能力，神的能力所建立之地。所以我们在这处的见证是要被人看到神的能力在这里彰显，那我们才可以在这里永远建立，啊，但将来呢在天上的时候，哇，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以你就说从天上耶路撒冷由天上而降，降落来的时候，到时神的赏赐就是赏赐腓立提腓的教会呢做神殿中的柱，啊，就是这么漂亮了，啊，那主要将神的名，将自己的新名和新城，啊，圣城耶路撒冷的名，不单单要做柱，还要在个柱上面刻神的名，神要将他自己的名字，啊，将新的名字刻在他的上面。提摩太书后书第二章19节说，仍然神坚固的根基也是柱了，是吧，根基柱立住了，上面有记有这印记，就要写字的，说什么呢？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啊，现在那些基督徒呢懂得用 AI 画到这些图很漂亮，即系讲到新天新地，真系耶路撒冷啊，呢咁样个光明辉煌咧，我谂2023年之前睇唔到呢啲图嘅。咁啊，腓立提腓咧有两次咧改名嘅，啊，仲有咧，点解话不再从那里出去？啊，你要做神嘅柱喺神嘅殿中，唔需要再出去啦。因为腓立提腓有地震，一地震咧，啲人就走出去，震完咗先翻嚟，提心吊胆嘅。因为地上嘅国咧系会震动嘅，但系新天新地先耶路撒冷神嘅国咧系永不震动嘅，唔会再有地震嘅，你唔需要再出去啦。而且有神嘅同在就神嘅殿，咁嘅意思。然后咧俾你新名，因为腓立提腓咧系两次改个名嘅，啊，一次咧系改成叫新凯撒，啊，凯撒利亚 New Caesarea， 啊。因为纪念地震之后，啊，啲人翻嚟，后屘咧又改过一次咧，叫做啦腓拉维亚，啊，系皇帝，啊，纪念皇帝嘅名，所以腓立提腓改过新名啊，两个新名，所以耶稣对呢个腓立提腓教会讲：我俾你赏赐，就系将来我会将我嘅新名刻喺你嘅身上，啊，
你好有意思喎，所以知道個背景。咁呢個係我哋去到個考古廢墟嗰度啦，我哋影嘅，呢啲揾到一啲嘅古蹟啊，去知道以前係改過名。最後啦，菲提菲教會喺呢個預言喺歷史當中嘅應驗咧，就係指十八世紀到主再嚟嘅時間。但係咧喺時代主義嘅分歧咧，係分到第六時代。第六個時代咧係1750年到1900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150年。呢個時候咧，教會歷史嚟到呢個時代咧，係大復興嘅時代。弟兄姊妹充滿相愛嘅心，盡力傳福音到普天下去。在这150年里面，信徒大有能力为主作见证，复兴之火一直燃烧到那个世纪末。那时有德国的新辛陀夫，英国有威斯里、约翰、Whitfield、怀德菲，美国有 Moody、报道家来的。那时 Billy Graham 都未出了、去到世界各处焚烧复兴之火，蒙主大大使用。那個時候咧，主係開咗門，冇人能夠閂嘅。主後1793年咧 ，William Carey 啊，我哋叫做宣教之父，佢第一個去到印度，走遍印度，開咗呢個印度福音嘅門，福音就傳到印度，同時咧，福音又傳到中國，藉著馬里遜啦、Robert Morrison 啦、打開咗中國福音嘅工場，日本又係啦，韓國啦。印度的工場，非洲的工場，還有很多海島，直到今天，全世界沒有一個角落是沒有傳道人的。福音其實已經足跡已經踏遍全世界了，已經。不過請注意，腓拉鐵腓四個字不但是指主後1750年到1900年之間，因為這個時間是代表了根正教，就是基督教，所有真心愛主的人。新約裏面的腓拉鐵腓原文出現了7次，經文有羅馬書、帖撒羅尼加前書、希伯來書、彼得前書、彼得後書，彼得後書有2次，啟示錄就第7次，都是指腓拉鐵腓的。由1900年之後就2次世界大戰，100年後就公元2000，咁所以咧，由1900年一路去到我哋依家，未到150年啫喎。嗱呢個時間咧，就係老底家教會啦。所以預知如何，下期分解。我哋低頭祈禱嚇。天父上帝，多謝你帶我今日時間，讓我哋一齊嚟從呢個腓拉鐵腓嘅教會睇到佢哋美好嘅見證、美好嘅賞賜，係我哋天下所有教會嘅榜樣。目标，让我们好好地学习、追求，成为腓拉鐵腓教会的信徒。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啦，下面咧系我哋咧预备我哋嘅心咧，系要领受圣餐。圣餐系主同我哋信徒嘅所立嘅约。欢迎咧信咗主嘅、洗咗礼嘅、明白圣餐意义嘅，同我哋一齐咧领受呢个圣餐。咁我哋咧，大家都係一齊咧，係無論係參與或者係觀禮一齊咧係嚟睇主耶穌所留低嘅一段嘅説話。馬可福音14:17，到了晚上，耶穌和12個門徒都來了，他們坐席正食的時候，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與我同食的人要賣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地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12个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他们食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擘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
就出来往迦南山去了。在这里就是几样东西，首先呢耶稣呢在这个逾节晚餐呢就预报预报呢有人呢是要出卖他，耶稣知道呢他将会怎样死，但呢耶稣呢提到这个人呢就加一句呢，就这个人不生在这世上就好即这个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个说话，即这个坏蛋如果他不来的话就不会有坏事但是很无奈呢，即罪已经来了这个世界，那这个犹大已经在这里，所以呢他是一定是会出卖主的，所以这个命已经定了的，即是说呢上帝这个救恩的计划呢一早由夏娃由亚当犯罪呢，上帝已经知道主耶稣基督他要被卖的这一个夜晚这个结果所以耶稣就是有一个感慨就这样说，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的计划一定会实现，这一个的救恩是上帝的智慧的一个的设计，是预言也是应验，所以我们受这个约的时候我们看回历史知道是神的救恩的计划。第二件事呢就是这个拿起个饼说这个是主耶稣的身体，就是他是一定会为我们舍，他舍了我们才可以得生命，所以这个饼要擘开，所以叫我们基督徒要什么舍己来跟随主，因为耶稣都是舍己我们才可以得到他的救恩。第三呢就是这个杯拿起个杯，这个是代表着主耶稣的宝血我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是个宝血这个血的作用是什么呢？赦免我们的罪，因为它是圣洁的，即是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了，不能够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神圣的，但是借着耶稣的宝血呢有祂的爱恩典来遮盖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因为有宝血的缘故呢，我们才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否则神圣洁的神是不能够跟我们有任何的交往的，所以这个血很重要了。第四呢就是耶稣说我不会再喝这个的葡萄汁直到将来在天上有新的神的国来到的时候，有天上的筵席，我们会再一次的聚餐的，现在是地上的是短暂的一个的圣餐，将来呢是天上永远的一个的欢宴天上的大的筵席最后就是他们唱了诗就向前走了，所以现在我们都来唱诗预备我们的心领受主的餐。我曾舍命，我曾舍命为你，我主为你流出，
聖餐。係啦，我冇。咁啊冇咧，就同阿師姐攞啊嚇。好，依家咧我哋咧啊先做個祈禱。讚美主，我哋多謝你帶領我哋呢個時間嚟領受主嘅餐，真係主愛我哋，愛我哋到底，將你嘅生命都捨棄俾到我哋，使我哋有呢個永生嘅盼望，而且真真實實嘅由我哋決志信主就已經有永生。我哋帶著歡喜快樂心嚟領受呢個聖餐，紀念主嘅愛。願主嚟與我哋同行同在，醫治看顧保守。感謝祈禱奉耶穌基督聖名，阿門。好啦，我哋先打開啊，搣開呢個餅啊，我哋領受主嘅餅。飯後耶穌又攞起杯，我哋將呢個聖餐啊嚇，就係另外一面啦，我哋攞啊搣搣開。就主的杯，我们一起凭信心领受主的杯。好，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借着这个很简单的这个饼和杯设立一个圣餐，就是要我们常常纪念你，知道你和我们所立的约是真真实实的，让我们活在主的约中与你相交，活在神的祝福的里面，活在神的恩典的当中，让我们每一日的生活思想意念都得神的喜悦。愿神保守我们每一位，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健康，藉着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流通的管子，让我们的亲友家里周围的人都得到福气。感谢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了，咁咧就下邊咧，我哋咧係啊好高興咧啊 ，City Hope 佢啊要啊多謝我哋 CABC 嘅參與啊，尤其是咧啊歐師傅咧帶住我哋幾個學同學咧，去啊喺嗰邊咧耍個太極啊，哇！佢哋都啊唔容易啊，又要排練，又要揸住個劍啊啊！咁啊，我哋咧就咧喺呢度頒啲獎俾佢哋啊！多多上堂啊嚇！咁啊，所以首先我哋咧係要多謝歐師傅啊，歐師傅勞苦功高啊！我哋咧請歐師傅啊，仲有哇 ，CABC 噶唔係 CABC，City of Hope 噶嚇，唔係我哋噶嚇啊！呢個佢哋送嘅禮物啊，有頒個證書係啦。一齊影相嚇，第二位啊，第二位啊係啊 Linda Tan， 哎呀，我哋又高興啦嚇。好，呢個又係有禮物送俾你啊，影相，哎呀。好，咁啊再嚟啦嚇，呢個係啊 Jin Chu 朱太，哎。佢哋係過於堂過嚟啊！今日好在我長氣啊，所以佢完咗，攞得住。係啦，好。再嚟咧，係啊 ，Diana Chan 啊。Jenny Song 啊 ，Jenny 啊，好，哎呀 ，Jenny， 哎呀，仲有一張，有張邊個咧？啊，唔係我啊 ，CABC 啊。佢哋送俾我哋啊，咁我冇理由我自己包我自己啊，咁我哋咧一齊啊影張相啊。
呢个再一次证明啊，上帝祝福我哋啦。呢个就系敞开嘅门啦吓。所以鼓励大家多多参与啊，我哋啊各方面嘅活动啊。咁所以下边咧就要请阿师母出嚟报告一下吓，我哋嚟紧呢个复活节啊，我哋儿童嘅嗰个活动咧都。大家入嚟崇拜嘅時候，唔知道有冇睇到後面有呢啲 flyers 咧？咁我哋仲有少少，咁希望咧大家係可以盡力繼續嘅去宣傳。咁上次提過啦，希望大家幫手宣傳、祈禱同埋奉獻。咁我希望俾大家知道個進度啊！而家咁我哋咧就而家咧有教會同埋出邊嘅朋友咧有52位義工去幫手呢一個活動嘅。咁同埋咧，我哋有49個小朋友已經報咗名啦。咁有24個大人報名，咁其實我相信咧有好多大人冇報到名，但係其實都小朋友都要大人帶嚟嘅，所以我相信咧係可能咧都會有大概40幾位嘅家長即係會嚟到嘅，咁所以其實已經有百幾人，但係距離我哋嘅目標咧仲有少少，仲爭少少，因為我哋希望咧係 target 有60個小朋友嚟嘅，當日我哋準備嘅嘢全部都係60個小朋友，咁咧其實食物部咧佢哋準備咗200份嘅嘢食。咁咧就我哋希望咧所有嘢都唔會浪費。咁通常咧，你知道報名做報咗名未必全部嚟噶嘛。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就有80人報名，有60個小朋友會嚟到我哋當中參與呢個活動。咁所以咧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嘅去禱告。咁咁同埋我哋今次嘅即係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咧，我哋唔單止係一齊去做嘢咁簡單，去準備呢個節目，我哋仲加上咧每一日咧會有一個禱告嘅事項。亦都咧因為我哋而家有49個小朋友報名啊嘛，咁我成日咧都 send 個 list 出嚟喺我哋嗰、那個即係 volunteer 個 group 入邊咧，咁係叫弟兄姊妹每一日為5位嘅小朋友去禱告，咁我哋係為5個小朋友咧去祝福，係希望佢哋咧係可以接受耶穌做救主，將來一生咧係愛主，一生去侍奉神嘅。咁我哋唔單止係搞一個活動俾小朋友嚟參加。我哋更加咧係咧將小朋友咧去交喺神嘅面前，就等於咧我哋嘅五餅二魚咧，我哋唔係有五餅二魚咧，我哋就分落去食啦。我哋首先係交俾耶穌去祝福先，將我哋所有嘅事工，將我哋所做嘅嘢，或者係所有嘅小朋友，或者我哋自己，我哋都交俾神去先祝福，然之後讓耶穌再分配出嚟，就會成為咗好多好多人嘅祝福。咁呢個係我哋今次事工嘅即係嘗試嘅一個新嘅嘗試。咁咧就希望咧，今次我哋唔係一齊做一件事，我哋係一齊去經歷一個神蹟，係啦。咁咧就而家咧就有兩件事，就希望大家留意嘅。咁我哋30號嗰日咧，就雖然我哋個活動係2點鐘開始，但係我希望咧每一個義工咧，你幫手嘅。都可以係11點鐘翻到嚟，因為我哋希望有一個 kick off meeting， 咁同埋咧係 briefing 大家，因為有好多人咧可能大家仲未知道，因為我哋成日仲 revise 緊個 plan 啊，擺邊度啊啲嘢，因為第一次搞咁大型，所以咧我哋都仲有好多修改，所以咧30號嗰日希望你11點鐘準時翻到嚟，我哋有一個祈禱敬拜，然之後我哋就開始最後嘅講解，咁希望咧你嚟到幫手嘅時候都知道投資到尾咁樣，咁所以咧希望11點鐘，咁我哋有一個會準備一個午餐俾大家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今日就喺後邊嗰度咧，如果你可以翻嚟，因為我哋其實係呼籲咧7點鐘就翻嚟開始 set up， 我哋有個 set up team， 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冇 sign up 咧，你可以翻嚟幫手都可以翻嚟幫手，因為咧你知道啦，我哋 set up 啲 tent 喺出邊咧，我哋唔可以之前一日做，我哋係只可以當日嘅7點鐘。翻到嚟去 set up， 咁仲有好多嘢，我哋又希望 decorate 得靚啲啦，教會，咁所以咧係需要好多人力嘅。咁如果你係可以幫手，就希望你即係7點鐘可以翻嚟啦。但如果唔可以咧，都盡量係11點鐘就全部人翻曬嚟。我哋有一個即係開始咁亦都有lunch 嘅時間，所以希望你今日就曬入後邊。如果你會食 lunch 嘅話，咁我哋方便食物組去準備，因為佢哋準備好多嘢食。他們準備200份給啲嘉賓啦，咁亦都我哋準備50份嘅 lunch 啦，咁唔希望有任何有多啊少啊，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可以即係今日曬入呢樣嘢。第二件事咧就係咧我有一個好大嘅難題，咁就希望大家係可以幫忙解決嘅，即係呢一件事就係咧，因為有啲弟兄姊妹就會覺得我哋請咁多人嚟到我哋嘅，好似我哋屋企啦，咁通常你請人嚟屋企咧都會執下間屋先啦，係咪？咁就發覺咧。好似啲牆有啲蜘蛛網喎，咁咧廁所又好似唔係好乾淨喎，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咧我哋教會咧就係自己落力去清潔嘅，咁係冇問題嘅。
咁但係咧，我就發覺咧，好有心清潔嘅弟兄姊妹咧，亦都係好主力搞呢個攤位嘅弟兄姊妹。咁我就唔希望佢哋咧，佢哋係希望咧23號嗰日咧翻嚟。我哋本來23號翻嚟咧，係準備去有啲咩未做完就準備盡量準備所有嘅工作嘅。咁當然啦，呢主力嘅幾位弟兄姊妹亦都係佢哋主力去幫手啦。咁但係亦都佢哋咧係好希望咧可以清潔一下教會。咁咧我就自己我就心咧就唔想大家咁 burn out， 我亦都唔想同一班弟兄姊妹咧即係23號成日踩成日，跟住24號又新地一日。跟住29號又要翻嚟夜晚黑準備，我哋有受苦節崇拜，跟住我哋30號又踩一日，咁即係等於兩個 weekend 咧，你星期六、星期日都即係敷曬咧，其實係攰咯，係辛苦咯。我唔希望 burn out 咗之後，到30號嘅時候已經，哎呀好殘啊！見到個細路仔都冇心機同佢，你唔好嚟咁多啊，細路仔好煩。即係人係有個極限，咁所以咧，而家我個難題就係、是，但係唔清潔咧，又好似有啲弟兄姊妹就好想清潔。我知道如果我唔呼籲嘅話咧，佢哋都可能會自己去清潔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哋5位弟兄姊妹 compare， 如果我哋有15個弟兄姊妹一齊去清潔咧，就好唔同啦。因為我哋係一齊去擔個重擔，唔係得幾個弟兄姊妹去擔咯。咁我好希望弟兄姊妹咧去諗一諗，可能過往你從來冇參加過教會清潔嘅工作，因為你覺得我自己屋企廁所都唔想洗，仲翻嚟教會洗廁所咩？咁但係你開放你個心，問下神，神我。想不想在这个事工去参与一点点，即是一小小部分的。即是如果我们一个人洗3個厕所是很辛苦，但是我们有5個人一起洗3個厕所是轻省一点咯。那我们希望就是今天如果有多些人报名，也都不是主要这个摊位负责人去帮手去清洁的话，我们就会清洁。但如果没有其他人，都是那几个做来做那几个呢，我就会建议不清洁了。即是大家知道咧，我知道其實大家咧請咗好多親朋戚友嚟嘅，即係你希望你嘅親朋戚友嚟到，哎呀見到教會，哎你間教會好乾淨喎，好靚喎，即係我都好希望日後嚟參與啊，定係即係覺得有少少印象好似殘殘舊舊咁樣，咁所以咧我就將呢個難題咧交俾大家，希望大家可以為我分擔呢一樣嘢，呢個係今日希望大家可以解決嘅事情，係啦，咁我哋係需要洗外牆嘅，所以係需要啲壯丁嘅。係啦，即係後生啲嘅，或者你覺得你自己 OK 嘅，可以幫到手嘅，同埋 so far 咧，你喺個攤位嘅工作上邊咧，我雖然揾咗你做義工，但係咧其實你都好似未做過啲嘢嘅喎，嗰啲咧咁，同埋或者你冇參與呢個攤位嘅，即係你考慮一下，考慮一下，咁你可以同我講或者同 Louis 講，但如果冇其他人 sign up 咧，我哋就唔清潔嘅啦，係啦。係啦，因為如果請人哋又好貴，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幫幫忙，就係呢個係即係立他今日要解決嘅事情。好，多謝。好啊，咁咧就唔好有壓力啊，因為做嘢就會有壓力嘅。咁但係咧就大家一齊做咧，就大家去分擔啊，分擔啲壓力。我哋都係第一次嘗試咧，搞攤位開放俾咁多人。我哋好耐以前咧有呢個 open house 咧，就請一啲 food truck 啊，整一啲啊嗰陣時候咧就我哋呢度咧仲未起好嘅嚇，有啲地方都好有限嘅，人咧就唔咁多嘅。但係依家咧就我哋人多咗，地方場地又大咗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係一個最好嘅時機可以做宣傳。弟兄姊妹又好熱心喎，即係大家已經將呢啲宣傳已經到處咧係請人嚟啦，咁到時可能會好多人嚟啊，咁所以希望大家咧都就算你冇咩嘢做咧，嚟呢度咧係睇頭睇尾都好啊，即係幫手嘛，萬一有人想偷嘢咧，你會睇住及住啊嘛，所以咧就希望大家都為呢件事禱告啦。咁我哋量力為二為，你能夠做幾多，你就按照你自己嘅負擔感動能夠可以參與幾多就唔係勉強嘅，大家都係自愿嘅。咁當然即係我哋可以仲有咩辦法咧？我哋大家都係諗緊好多辦法嘅嚇，弟兄姊妹都好落力嘅，我睇大家都好有心嘅參與，所以咧就願主咧帶領我哋大家一齊咧係將呢一個嘅復活節，今次受難節復活節同埋呢個活動咧。做得好，咁咧啲細路仔咧，佢係一生難忘嘅嚇，佢哋會好開心啊！嗰日好多禮物啊，
咁啊，所以啲細路仔咧係哇，即係嚟到呢個好似啊兒童天地啊天堂咁樣嘅，咁我哋就成功啦。執事會喺下個禮拜星期日下晝啊1:00喺教會舉行啊，所以請執事咧記得出席。咁啊，第三咧就係我哋嘅中醫啊排毒良方啦，啊就係同一日啊喺嗰日下晝啊30號嗰日下晝咧。我哋就會有呢個講座，會國語講，就翻譯啊廣東話。咁呢個係一個排毒良方簡介，係一個略略講一講，實用嘅啊，唔會好多理論嘅。咁但係咧，就關於排毒方面有仲有好多好多話題咧，我就會擺喺神學院嘅中醫養生課程啦。而家已經有27個人報名啦，啊，所以咧就請大家要報名要快啲啊！咁由呢一個嘅QR code 又得，或者係個 link 入去啦，就報名就得啦。咁我哋係4月7號到6月9號，星期日下晝3:30到4:30喺網上進行啊。之後大概有15分鐘嘅一個問答啊。咁我會提供好多嘅良方，同埋咧我經常接觸到嘅，或者你自己都會遇到嘅啲嘅。毛病啊，毛病唔係大病啊，大病你要睇西醫睇醫生，係一啲嚇，即係一啲問題啦。我以我嘅經驗同埋義診嘅嚇，好多嘅好多方開咗好多方啊，咁喺嗰度咧係會提供俾大家嘅，係都係神學院第一次咧，係打破一個傳統啦。神學院呢邊開中醫課程啊，真係都好少有嘅嚇。咁我咧就係一個比較初淺嘅，都唔係正正式式喺中醫學院裏邊嘅比較好多理論多啲。我呢個係。即係上面神學院嘅主任就希望你提供一啲好實際嘅嚇，無論傳道人無論弟兄姊妹，聽完呢一堂咧就佢即刻就可以去買材料咧就煲嚟食啦，就可以用啦嚇。咁所以咧當然都請大家為我祈禱啦，因為呢個課程裏邊嘅內容係好多好多嘅，我要整理，我要準備，所以咧就呢個都係需要啦神嘅力量。好啦，咁啊獻花啊，弟兄姊妹可以同司事咧報名啊，咁啊奉獻咧，你可以咧係喺網上都係奉獻，你大家睇下呢個網址。感謝主，我哋上禮拜嘅奉獻嘅支票總額係3270元，仲有咧就係4月6號咧，我哋星期六朝頭早9:30到12:00。同埋下晝1:00到5:30咧，有中醫義診啊。除咗我以外，仲有 Mary 同埋 Phoebe 咧兩位嘅劉醫師啦，都會咧係同時咧係我哋會開呢個義診嘅。所以請弟兄姊妹咧向呢個 Heidi 姊妹咧係預約掛號。就冇報告冇啦。好，我哋請大家一同起啦，我哋唱三一頌。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中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请大家研究站立，领受祝福。愿耶和华永生的神亲自嘅赐福俾你哋，保守你哋有一个敞开嘅心。接受主给你的大大的祝福和恩典，藉着你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让教会的门户福音的门大开。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的恩惠和圣灵感动与保守，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请坐，默祷之后可以彼此问安。